节记者会正式开始。各位长官以及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哇，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参与了，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大家一块来参与我们2012年新北市传统艺术节。感谢我们的新北市政府来主办这次的活动，同时也要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来大力承办。人家说处处有戏看，代代戏相传，传统艺术永传承，新北再造新文化。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一块来跟我们正式启动9月14号要正式开始的新北市传统艺术节活动。这次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16个的艺术表演团队，要进行17场的一个巡演哦，内容非常精彩的丰富。所以呢，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一系列的演出，让老朋友一起来回味，那么让新朋友来品味。最重要的是可以让小朋友来体会传统的艺术文化。那么在今天呢，也有非常多的长官贵宾莅临会场。首先来欢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承办单位，欢迎我们文化局的林局长，欢迎林建群局长，给他挥手致意，感谢大家。接下来也要欢迎哦，非常支持我们传统艺术文化推广的刘美芳刘议员，欢迎。美芳议员，今天您的服装也特别推广哦，感觉就是非常的传统艺术文化，非常的符合我们的主题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邀请局长上台跟大家讲几句话。好，欢迎局长。刘议员，还有我们郭总经理，还有我们在场的这个媒体先生小姐们，及在场的贵宾啊，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欢迎大家来到2012新北市传统艺术季。那么今年呢，这个传统艺术呢，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季节的一个规划呢，是我们在今年特地为大家来做的，在秋季到冬季的一整个系列的活动。那我们知道新北市的这个多元文化，不仅是包括族群的现代传统，都正在表现出文化的这个多元性。那传统艺术呢，在新北市是非常的丰富哈。那我们今年也公告跟登录了许多这个传统艺术。那但是在新北市境内呢，各种多元的这个传统艺术的种类，实在都让大家在这一个季节里面是可以透过我们的规划，好好的细心来品味。那此次呢，我们整个的系列从9月14号开始起跑，一直到12月哈，总共有这个17场的演出，还有15场的这个教学。那里面的剧种呢，包括大家最熟悉而且最喜爱的这个歌仔戏啊，还有布袋戏，传统戏曲，不仅是客家剧哦，还有我们许多今年跟过去登陆的无形文化资产，和许多在地文化，包括这个泸州的神将哈，林口的子弟戏，等等。那这样一整个系列，还有泰山的这个狮王哈，那我们将整个系列透过在地文化的空间的一个展演啊，透过庙口，透过不同的具有文化的这个空间，透过这些剧种，让大家来一窥整个传统戏剧的样貌。那大家可以从我们的整体规划里面看到全台湾最棒的这个团体，也看到新北市最有能量的这个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大家一起来参与，从我们这几场为大家规划的这个系列当中呢，认识传统文化之美。那也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的这个举办，那我们希望通过系列性系统化的规划，让大家能够深入的认识并了解传统文化。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你可以的时间内，一起跟我们来参加这种最具生命力、最有能量的新北市的在地文化。那欢迎大家从9月14号协同跟我们一起来开场。那相信大家今天在整体的节目里面，会看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演出。那由于议会的这个时间呢，我就没有办法像这个刘美芳议员哈，这么的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服装的这个设计哈。那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记者会，透过这整个系列，感受到传统文化之美。好，最后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局长。
是的，希望透过我们文化传承的一个软实力来提升经济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要邀请我们的梅芳议员上台跟大家分享一下。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哈，在这里问候我们文化局的林局长哈，以及我们在座哈，我们所有最热爱我们传统艺术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哇，今天看我穿这样子啊，就知道说呢，真的要符合主题啊。像啊，我很期待哦，听说点一下明华园还有黄俊雄布袋戏大师们都会来到现场为大家表演，对不对？是。哇，那真的很棒，因为呢，现在的布袋戏跟以前啊已经不一样了。像现在布袋戏结合声光效果，然后呢还有那个 cosplay， 然后呢还有就是现代结合传统艺术哈，我觉得发挥的淋漓尽致。那我也非常的期待，尤其是从这个月开始一直到十二月，我们都有一连串很棒的表演，大家可以免费免票去观赏。那我相信说呢，大家一定能够欣赏到非常非常棒的演出，非常精湛的表演哈。那在这里呢，也预祝呢我们的活动可以顺利圆满，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来支持我们传统文化，让我们呢薪火相传。我是刘美芳，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美芳议员。是的，希望我们可以薪火相传哦。那么接下来呢，小柔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荣获了第十四届全球中华文化艺术台湾戏剧新传奖的得主，可以说是我们国二里的南霸天。他们是明华园的天字戏剧团。别看他们非常的年轻，大家知道吗？他们的生力军哦，可以说是我们现代传统艺术非常棒的一个表率。那么他们的内容呢，可以说是求新求变，非常的多样化。希望可以透过他们的演出，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现在的国阿戏。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青勇短短牙，掌声欢迎我们明华园天字戏剧团。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Su Yang Man. 我是苏阳男。今天真欢喜来到这个书馆。尊重的民族，骄傲的父亲，我乃是传统的回归重建者。哦，重建人，你今天为何来苏的？苏阳文，今天来处就是要你一番行事。董家人，春分冬至爱故乡，爱河南海水渺茫，何如你归田心塞，可用金光照气功呢？了气！苏阳文，你我之间的恩怨情仇，今天再苏你一番行事吧。今天是咱新北市原创艺术节的记者会，你不可在此不来。今仔日咱的贵宾以及局长拢在此地啊！哦，他们是表哥。这样吧，苏某有一个想法，你我之间的薪水对决，咱就约在新北市原创艺术节，咱就所有的市民朋友来做你我之间的见证，咱在一决雌雄。哦，好。
你这个铁皮皮蛋，总叫你们暴露你！那就由师傅以及总家人来邀请今天所有贵宾以及所有表演团体来为咱新北市传统艺术节来发挥上好吧，多谢。感谢我们苏小牛以及钟建林再度邀请我们明花园天赐戏剧团老师陈昭昌老师，以及我们海山戏馆所有演出的同仁一起来为我们2012年新北市传统艺术节进行我们揭幕的活动。待会小柔会说2012新北市传统艺术节就要邀请台上的贵宾跟我们一起来念邀请你奏会的赞哦哈，来了，接下来好，也请我们所有的媒体大哥摄影机的朋友好准备好了，2012新北市传统艺术节邀请你奏会来跨你赞啊，
希望咱时不时的前来助力，大家人到前来看看戏。各位看到现场，看到苏扬文伊庄家人的生死对决。因为苏宝伊是无经济的压力，因为苏宝所行路线是 international， 即算台湾的经济啊，即阵啊较无好，不过对人民啊无什么影响，多谢。